哎，你咋来了？我想你了。你想我了？嗯，你想我了？我这两天就来找你玩了，知道吗？你可不腻歪我了。嗯，我这两天不见你了，我想你了。哦，想我吧？那我俩也不能给你做晚餐，你得要吃吧？哎，这不吃不了，你不是还能该叫我别人吗？哎，要上班了，该叫别人了。你该叫饼了，我可腻。这俩肉这块搭配也挺好。嗯，你能吃着饺子了？啊，花钱也没在家，再让你也能吃，花钱在家你也喝不了。就是，你也吃不了嘴里，我也吃不了嘴，就睡吧。嗯，他不在家，你来吧。在家中间，偷偷摸摸你是呗？嗯，在家不在你，车又少。对，在车又少，你也有亏。咱俩一家一碗都得了。家里老婆家得六万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是得吃3万、4万，啊，然后把你吓里头了，把我吓里头吓出来。是啊，这咱是钱，对了，给爸说的，少吃点吧。嗯，少吃点，咱们家有气，一说吃多，俺告诉人家都不敢说要俺吃，是呗？嗯，要不给你抹着洗脸啊，就是，那能也行？那真。吃多少能有问题？嗯，俺不是都说胃那姥姥开胃什么体能么？那你都不开，你不是也是开花样体？嗯，天白天，这白天可不白天，人家给你买吃的买喝的，人家给你买那么多东西吃，啊、你忘了？忘了？嗯，好，师弟给你买份吃呗。师弟啊，师弟了。哎，我来了，吃完来了。吃啥菜了？有啥饭吃啥饭，没啥饭可找我没。又给我上过去了，给我来呗，给我来呗，姐夫。那这人又偷吃哪呀？啊，你半天一个也没吃了。半天没吃，你偷吃呗？我吃，我一个也没吃。昨晚没吃，我吃，你昨晚偷吃，这掉子不咸呀？我吃哪一个饭人不吃了？你不住，你不成呀？这不是叫吃，你说是呗？这不是叫你喝啥我吃呀？那你吃嘛呀你？在家还偷半天开俺门，你不是吃这个吃那个的吗？对，就是的。你这喝吃不是家好像吃了，那都是你自己偷吃吃的。你看这小子，你看这小子，不谢这小子我说的，我怎么吃？你半路吃咸的。我这没吃，我疼你这个玩意儿啊！我疼你这个玩意儿，我疼你这个。你这说你能吃的俺也没得呀，俺在这一泡泡疼了，俺疼着吃了。到底是谁吃了的？你这不敢承认哈，我估计是张嘴了。哎呦，还有嘛人没得吃吗？有那个外边装有，我也吃，我也吃的。酱好在装饭，是啊，让上饭了。今天上又来来了，没，是啊，没有，还没来，嗯，就天天来了，吃点饭，你来吃点饭，别没。我这白天上来了，我在屋里看你躺着呼呼的睡，我说起，你还动来，我叫你光睡，能开什么门？我能开什么门？我好好的看，好好看的。